秀发兰同事来催你哦。哦，拍摄你等我一下。英杰哥，啊，你哪有闲过来？代志要来讲啦。莫妮卡，美玲借我十分钟就好，代志讲完就行哩。OK 呀、啊，啊，不过侬美玲吼是红牌咧，你甲带出场十分钟，后盖你也来我店住店一工，啊，多袂好。住店有啥问题？八二拆账啊？五五啦。你哪只搞神？即马是我袂合呢。顾维七三，嗯，英杰哥，啊，你今仔休困哦，哪有时间来找我？我袂等于小发廊上班啊，我已经正式向秀英辞职啦。辞职？那安尼啦？我先生要离开台湾去香港，我就是惊我无机会阁碰到你，所以今仔专工走一转，想要亲身向你。Say goodbye。英杰哥，啊，你那雄雄决定要去香港啊？你刚刚也会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初恋情人的代志。我会记啊，你跟我讲，我就是你的初恋情人。嗯。其实你两个已经见过面了。见过面？我哪无印象啊？啊，来秀发廊嘛无几个查甫人客。啊，是讲我跟你回去家的时阵，我有拄到伊啊？拢毋是，是恁在考设计师的时阵，甲恁拍分数的评审。这位就是我为香港请来的设计师啦。大家早上，我是 Sky。是 Sky 哥，原来是伊哦，啊，我哪拢无发现啊？哎，我哪互你发现？我就无叫英杰哥。英杰哥，啊，你雄雄要去香港，是毋是因为 Sky 哥？嗯。之前伫家己，我甲所有亲戚朋友讲我甲伊查甫的代志。啊，伊知影了，竟然私底下走去找我爸妈，佮伊求，讲希望我会当去香港佮伊斗阵。我爸妈嘛同意啊。安尼真好呢。虽然迄阵吼，伫家己闹甲风风雨雨，啊，毋过即马安尼算起来，嘛是好个结果啊。你嘛是啊，你即马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设计师啊呢。我实在就替你感觉骄傲个，以后秀发廊就来靠你啊。啊，毋过我嘛是种毋甘你离开呢。啊，你敢有遮尼赶紧要去香港？唉，即马秀发廊二店设计师无够。啊，不过秀英也无咧烦恼这，所以我嘛无需要顾虑啥。即摆我决定，我要做我家己。我有听詹詹讲，经理最近的情绪毋是真好，我想应该是我甲志成做伙的关系去影响伊啦。你甲志成做伙啊？是啦，啊，即几工拢足无闲的，我就袂去甲你讲啊。你袂当离开秀发廊，秀发廊需要你。够！等曼玲回来了，我会叫伊走。这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甲伊留，伊对我拢无路用。我无想要搁看到伊啊！我甘愿失去一个人才，我嘛无想要让一个刚毕业的天下查某人在我身躯边。曼玲，你甲志成做伙的代志，我希望你暂时莫公开。相应个性较好叫。一定无希望别人知影这三角恋最后被判出局的人是伊。代志若愈大条，伊到时会做啥物代志，我毋敢想呢。哎，总讲一句，以后我若无伫秀发廊，万项代志你家己着爱较注意、较细致，好无？可是你两个，
我哪会逐天拢看到你上班咧无飞啊？不是啦，经理，这是误会啦。阮两个吼，规个透早拢咧无用，中昼嘛还袂食，趁车时间去食一寡物件，补充一点能量啦。嘿啦，我嘛是啦，我拄才吼连续服务二十几个人客吼，连一滴水吼都袂啉到呢。我若无你暖和吼，就无法度甲人客讲话啊啦。啊，今日阮随食山吼，随去无用啦。你看我这吼水吼只剩一撮尔。今日只是水尔啦，我只吃好啊啦，我只吃好啊啦，我只吃好。安怎？无啊，经理，你最近是毋是压力上大？无你遮哪有一个圆形兔？啊，我刚才无上大地啦，无要紧啦，头毛空空的，看袂出来啊啦。山雨豪，你即个是安怎？叫你做代志，无一件做会好的，逐天在遐摸火食物件，讲话阁无大无细，消防哪有这种员工啊？你把物件收收的。You are fired. Fired. 刚是经理要叫我起火，啊，这哪有阿叔啦？莫阁假戆啊啦，你红臭鱿鱼啊啦！啊，我是倒会讲电话啦，我嘛是好心提醒伊啊。啊，经理这就真正突突的啊。哦，你这是白目的，你咪当作你无看见咯。就算讲伊是地中海秃头，你嘛甲伊娱乐讲哦，头毛遮侪，有够水耶！这是非常的事情，你敢慈禧太后讲伊秃头？灿灿，真正无救啊！再会啦，无缘就搁见啦。哦，哦，我死也罢啦，我来遮六冬呢，我袂见着小芳失去细家庭呢。来啦，吃饼啦！我就要吃。安那，有倒歇？吃得够同款啦。同款大颗，哈哈，不可能。哎呦，不是啦。安那，我姐，我求你啦，替我家今日求情啦，无我美满人生，就是今仔日结束